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怎样？第三点，我们能够来对过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如果是在哪里？所以，咱这个对了吧？啊，这个迈向快乐的音乐家，啊，你这个对了，咱就能够差不多对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清出来。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关注。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如果是在哪里？所以，咱这个对了吧？啊，这个迈向快乐的音乐家，啊，你这个对了，咱就能够差不多对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清出来。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关注。那么，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对这个你的关注呢？当然，有伊的因缘。在伊个主要理由，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思想，但是一旦提出经济出来无，一旦有真明确，初佛到二佛，啊二佛要到三佛，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，拢是家己安尼。家己自称讲，家己是啥物做，啥物做呢？家己是啥物个？所以今日个，咱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予咱有信心。因为这条佛经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着，伊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个代志啊。哦，所以这绝对咱个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今日个。这个迈向快乐的家园啊，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你的英文，啊，天命来传承你的英文。那么，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，对咱无了解的人，听讲咱一贯都做事是你的份，那么呢，伊就开始来提了你的下身经一句话来。是56,700,000才下念佛提度众生，所以现在来讲，你的英文是错误。但是呢，今天咱不是要跟伊相称，也不是要跟伊辩，咱是只有你来坚定咱家己，希望咱家己坚持听了这句话，咱卖确实的明白，你的上生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。啊，就是讲呢，就释迦的佛了，马上归你的多数。你的包住我不包住我再来17,000,000，咱这个是你的下任务的大将军，也不是讲我再来17,000,000你的包住来保咱。所以讲这个论题的人，伊是家己看的无真清楚，叫咱绝对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伊做详细点来的记载。那么我今仔日提来，含咱各位来互相探讨两本经，拢有安来记载。第一本就是这个《大宝积经》，摩诃迦叶会。内底有一段是安尼来记载，啊，伊讲：汝时世尊即身有手，犹如金色，微妙光明，无量恶之尊者善根所及，其枝掌实如莲花，依摩尼力变，足如是然。汝力我父着汝，当来世何五百岁，正法灭时，汝当修何佛法正果？莫令断绝。那么就这个原文，各位，这个是咱的一个真正较交代的所在。啊，就是讲呢，世尊在2500年前咧讲到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救出，啊呐，伊的右手，哦，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。伊讲犹如金色，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，什么金色的？是因为释迦的无量恶之尊者出来神经所以就比这个手。所以就是这个字的微妙光明。那么这个天台啊，亲像莲花，哦，一种手指如莲花，也是来摸这个你的病，哦，别摸病，别受气，就来讲啊，讲你的，哦，我护着你，我起码就把这个未来天恩给你护着你啊，护着你。但是当来是何五百岁的时阵，正月的时，你讲讲就是你爱来修护，和他准备不能断绝了。那么底下要问各位先来解释，什么叫做火五百岁？火五百岁，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，伊
了解未来，伊咧判以后啊，这个政法的形势，伊就会分成五段，一段拢五百年。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，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近，会当接受到佛的引导，也无必要走进去。所以当中接受的引导，安尼你修拢会成道，所以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叫做慧学啊，智慧的慧，慧学的坚固。那么经过五百年后咧，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啊，所以那个五百年中间咧，大家咧透过禅定，透过禅定，才有当来体会得到到底当时释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归讲五百年到一千年中间，这样子呐，大家咧拢中伫咧学禅定，伫咧所在，你咧体会了一二个字。自来心法，所以到今仔目前地人咧问，还阁有人伫咧讲啊，你一贯道吼，无咧做啥，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来讲，但讲即句话人伊唔对，伊落五一千五百年，已经落五一千五百年，因为这个一千哦，这条是五百尊即心有秀，犹如金色，微妙光明，无量恶趣增加善根所结，其枝将实如莲花。依摩密力变，足如是然。密力我复着密，当来世何五百岁？正法的时，密当修何佛法进步，莫令断绝。那么有这个原文，各位，这个是咱的一个真正较交代的所在。哦，就是讲咧，世尊在两千五百年前咧讲道时，刚刚有一段伊的救出，啊呐，伊的右手，哦，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。一种如如金色，这个有秀发出来跟金色的，什么金色的？是因为释迦的如量而去增加一脉神经，所以就比自己去，所以就比自己去的微妙光明。那么这个镜头啊，清醒的微，哦，一种清净如的微，就是来磨这个微的病，哦，比较磨病，比较修治，就来讲啊，光明的。哦，我护着你，我起码就把这个未来天恩在个护着你啊，护着你。但是当来世何五百岁的时阵，正法的时，你当中就是你爱来修护，和他全部不能断绝啦。那么底下要问各位，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五百岁？何五百岁？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，伊了解未来，伊涅槃以后啊，这个正法的形式，伊就会分成五段。一段拢五百年，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，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近，会当接受到佛的引导，也无必要走进去。所以当中接受的引导，安尼你修拢会成道，所以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叫做慧学啊，智慧的慧，慧学的坚固。那么经过五百年后咧，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啊，所以那个五百年中间咧。大家咧透过禅定，透过禅定，才有当来体会得到到底当时释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归讲五百年到一千年中间，这样子呐，大家咧拢中伫咧学禅定，伫咧所在，伊咧体会了一二个字如来心法。所以到今仔目前地人咧问，还阁有人伫咧。讲啊，你一贯道吼，无咧做啥，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来讲，但讲这句话人伊唔对，伊落五一千五百年，已经落五一千五百年。因为这个一千哦，这条是五百个一千内底，这两种是相当坚固。那么经过这五百了咧，五百个人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无五百个人坐到四年五无，所以人讲咩呐？这就是用咩呐？到底你是饿着还是？你嘛讲着我听看嘛呢？所以人讲呢，就开始啊呐，个别哦，一千年，现在是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，这样子叫做多元坚固。这样子呢，就是当今现在上界上上的时阵。那么他经过五百年，这样子啦呐，有这个当今，有这个温习正中正呢，有这个温习，有这个入手较侪正向，所以人讲呢，修正指标，修正指法。哦，一两种叫做塔式坚固，因为啊，离佛重起啊，只有尊相法，哦，相法就咱相品一直相，相品的相，相法，就是讲呢，用个化佛的音箱来做信仰，
所以当时呢，他啦、腰啦、膝啦，起特别济，就是看到佛，哇，啊就安尼一直拜一直拜，大家发心起安尼咧。那我经过五百年，这样子呐，有拜有拜佛啊，这样子呐就开始啊，叫做道经本故事，道经就是讲个小经啊。这派无多啦，咱这派只有多啦，这派天然的啦，咱这派都是正宗的啦。哦，就开始这派每一派，这派每一派，这派讲这一派，这个教门讲这个教门，这个道经经过。那么这个这个尾啊，这个后个半年啦，哦，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啊，第二这个最后的、那个、哦，所以这条你讲，你这第五个五百年过了，这样子啦。大家讲要修呢，大家讲要修正，他都正法之道入去啊，一样真的。就是你的，你得爱出来，啊那修好，佛的进步不能断绝咯。所以各位，咱今麦大概佛的已经2560几年了，就是讲释迦佛的已经12560几年，专注你的经文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有经典的记载。哦，有一个真明显的这个内容字呢，啊，这是第一个要咱够报告。第二个要咱够报告，咱就是提到这个弥勒上身经，哦，内底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地主，真出名地主，这个优婆夷。有一天啊，听佛这个演讲的时阵啊，伊啊心血来潮啊，伊就来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嘛，哦，伊来问释迦牟尼佛，伊讲，释尊啊，你讲这个。阿育多，阿育多就是咱女的个名，哦，伊直接翻译叫做阿育多，翻译中文叫做无量性哈。你讲你讲这个阿育多未来的作为，如果阿无你看伊做啥，阿无你看伊死，到底伊是做哪个作为？好，第一段引言啊，说起来讲哇，能量真好吼，伊讲提点提点，恁大家注意听，唔是干呐，伊不会你听，大家拢注意听。哦，所以伫个内底啊，要说出一段因缘，哦，伊才讲个，这个你莫看这爱多哦，不修善根哦，无做善哦，这是伫起码过12年后的2月15，伊会等伊个国家王，恁看到了嘛？佮讲着，伊会等伊个国家王个，来去涅槃哦，伊新知识，迄、那个东西像如千大日，上升天都是多天做天主，只要不受众生哦。哦，所以讲你莫看讲伊无做善哦，你莫看伊有一套伊特殊的方便修道方法。哦，这就是咱今仔日一贯地主为什么咱无强调做善？哦，这就是你的教书的方法，咱较等下会讲着。那么伊这个中间呢，伊再去讲啊，伊讲伊波利啊，是弥勒菩萨啊，以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归依处。各位重点就是这，这个弥勒菩萨。不但讲啊，一登基都是多天咯。伊个是未来是众生的大归依处，众生嘛是要有所解脱，众生伫即时间要登基时间，一定要归伫弥勒啊，叫做大归依处。哦，那么伊讲若有归依弥勒菩萨者，当地世人以无上道不不退转。所以咱喜欢咱的教法就是这样。这2500年前，如来亲口演说。假使讲伫后五百岁，那咱归入你的地主为你的灌输人，伫迄个无上道，就是最高、最上、最妙这个法门内底啊，佫会当得着不退转。唔是干呐讲入这个最高法门咯，讲入最高法门佫退转倒转，安尼是无效呢。哦，就是讲，今仔日那咱追求你的，依照你的教授的方案来修习，那么咧，会当伫这个无上道得着无上道以外。各家多样的别人挂保险不退转、嗯，哦，这是以后将来对你的上升将来对啊，也记载个真清楚。所以今仔日咧，咱一贯地主当中，你的招数应用普渡三族，各位对咱家己有尊敬，不管大人安那讲，对咱家己有尊敬，而且有经典的记载，含伫不是文章，今咱拢给咱报告。哦，咱本地的，不妨家己会使去参考一下呢。哦，那么今天咱对了解目前是你的英文的时阵，哦，以头了这两年内，咱了解是你的英文，但是到底是你的英文将来，咱是要去对，咱是要去对，咱大家咱讲不给立天，讲不等于不给立天，啊、哦，那么到底这等于不给立天，意思就讲无极，就是讲有无限极。
一个真逍遥的所在。啊，这个目的真逍遥所在，就是这个不退转道嘛，就是目的地啊嘛。那么你去倒一去，哦，那么其他的有其他哦，对咱小可有偏见的宗教，伊嘛是会把咱吓了。他讲各位，你们信你的祖师啊？真正对来讲啊，你的祖师的道是偏，道是正道，是伫欲界的第四天了。你从来只走个欲界尔呢？你还无断轮回呢？哦，安尼你敢对？所以咧，咱有一段地主啊，也真侪哦，看到煞惊着。哎呦，有啊，这个欲界偏尔。哦，那对面修个对啊，啊，对啊，对什么个？这样那个什么得到世界？对什么个？对啊，那个什么得到世界？于是。而且我用各位来报告，原来你的发明的书信就是书信的这点，书信也就是书信的这，就是讲的，咱每一个人一个修办的过程，别人认为是在家修，在家修大家拢有头路，大家拢有事业，大家拢有家庭，修到归工，修到要死的时阵，你有可能断欲望，相信各位，你有可能把你的欲望拢放掉哦，无可能。那么既然你在归空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中带着欲念的执，而这个你的灵魂带着了欲念，你要招待，你才讲嘛，要改变呢，你要招待，你带了欲念嘛，所以你早就炸了圣经里的这点，所以都要办你，安尼有慈悲无？你假如我们这多多多孙老伯一定叫你家来哈，我都叫办你哦，亲家呢，请你进来话。要来做生意讲堂，唔知阿位，阿有证明讲，假使做你，我做中山机场等你，你看安尼我有做方便无？做方便嘛，所以你的招数就是怎讲？咱要做天，咱要做不做转，依然即是根本就收未到，绝对收未到。所以用伊无量劫数的神经来创造一个你的情况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要给咱人不做转的所在啦。真正讲，咱来咱个地主地方，咱接受你就会给咱人不退转，咱就是咱的目的就到啊啦，就已经到啊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希望各位就是这样，按咱来清净咱家己。那么有什么记载咧？状况哦，我今麦就是讲咧，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，这个你的净土的属性哦。那么净土大概可以分作三类的净土。那么第一类的净土叫做究竟净土，达到某种究竟程度，或者你究竟哦，究竟净土。这个究竟净土的就是讲的，师父来因积集无量善功德，所展现出一个用伊的功德，能指引众生无灾无难，这个所在叫做净土。啊，这就是的佛经所有佛当无所得起来神经，能接触一个净土，这就是究竟净土。那么第二种的净土的，就是叫做他受用净土，他受用别人去用的啦。就是大乘菩萨因别某一世来在修行，但是因并无讲你是修来神经，伊无到这一个神道，无到这一个净土，这样子呢，就是由佛来这一个净土，来和这个大乘菩萨在迄个所在上修，这是第二叫做他受用净土。那么还有一种净土，就是叫做方便摄受众生的净土，方便来摄受众生。哦，方便的摄取这个众生的净土。那么这方便摄取众生净土啊，伊就是讲有真济众生，伊发大乘心，伊向菩萨道。如果咧，伊修一世人，还阁未成道，伊一世人发心，一世人修道，但是伊还阁未成道，你安那？可是我嘛，各位去出专轮，嘛退转是足可惜。如果要来修净土，还是要来讲。但因为如果无够济，是安那？所以咧，这一个方便摄受众生净土，会甲你一起来净土，还佮甲你教互你去不退转。那你的所做净土就是第三点，叫做方便摄受众生净土。所以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因缘，而且甲咱讲一讲，假使讲下早来就着道，就到了你发大乘心、发欢喜心，下早来归工，照常登入你的净土。有你经发出欢喜心吗？已经发大乘心吗？虽然你大乘心啊，不过你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因为你大乘心发了，照常登记。这是咱各位了解。而且讲，咱伫一贯道门内底，加下来讲，一世修，
就做成。因为你有经济，不是咱安尼跟人说哦，口头现在公共给咱骗出来，有伊个相当的依据伫遮。哦，就是讲你下当得到你的祖师，把你接受这个净土了后嘞，你的祖师随着咱的血缘来给你教，哦，就给咱教好，给咱不退转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个咱今仔日对你的祖师修的一个修行的法门，哦，其中之一。那么，尤其是这个你的净土啊，啊，相当要一个观念就是。你在目睭睁的那一刹那呢，伊个关系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伫遮你可能各位互相来呼应。可是讲你十岁开始修道，你开始修道，你修九十年的道，到九十一年，你来弯道摆脱，你看我讲真无？无可能，因为你修九十年功德无够。那话对恁讲啊，前面头先我讲的，今仔日来修个道，啊修三工，啊做欢喜，啊就死去，你看我讲真无？赶快给咱进去，因为伊目标地爱发大雄心，大雄心，我发对大雄。第二就是咧，你个净土有你个净土，伊要修的这个方法个法门，就咱留伫第二节啊，伫配合这个三宝心嘛来时，再来含咱各位来探讨啊。那么这一节啊，就是为了向咱各位报告，这是第一点哦，伊你个净土思想个第一点，方便的是净土，第二个思想就是讲咧。十三百人的信仰水啊，就是讲呢，你的净土啊是最善、最妙、福报最大的所在。这释迦牟尼经中嘛是安尼讲，哦、啊，就是讲呢，释迦牟尼来甲这印度人大家讲，伊讲寿命多寿多天呐、啊，十三百人信仰福处，日月就是一些一点光杀一身宝处。菩萨的报应就是整个叫不能将心啊，这个释迦牟尼就该这个因在地处讲吼，伊讲这个都是道的呢，伊要摄受的众生有一定的目标，有他一定的目标，你达到这个标准，伊就该摄受起来。就是咱公司，就是咱政府机关，你考什么款人员就来有一定的范围，一定的目标，不是漫无目标的。哦，所以才讲啊，伊讲这个所在是修十善报的人一段，最善最妙福报最大的人一段，好个话好。哦，你的净土到底是好个话好？伊讲我自是一小节，来一段两万讲，别人讲又讲你的净土的好处讲不完。各位，咱来讲一小个几年无？哦。哦，假设啦，出世十二个死，啊，经过一百年变十二个死，经过一百年变十二个死，经过一百年变十三个死，安尼伊就加加人啊，百万四千岁，哦，加到是加到人啊，百万四千，安尼就一千级咯，安尼讲一半尔，啊，这个一百年人佫增一岁，佫一百年人佫一直佫增增到人十岁，几万分，安尼一去一顿啊，安尼就一小级。啊，你讲话久啊，讲吼，不要紧啊。所以，安尼咱就假讲哦，照顾这个都是做恁偌好吼，咱怎么家己去想象就好，吼、哦。看下安尼用，咱怎么讲什么都是讲偌好，讲一家啦，讲偌深就听我家己讲了啦。都是做恁众人出家讲，伊就是直接讲不完。各位，咱今日来修密的净土，而修行的道，咱家己做得啊，家己欢喜得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看等感谢咱的祖先，给咱积德，安尼就好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，伊在讲。我来讲这个一生多数菩萨的报应跟十善果不能相亲，那么在这个所在就相安各位来解释，什么叫做一生多数菩萨？这单书文章的主毛讲，一生多数菩萨的就是前日不讲，后日未来中间那个多数者，叫做多数菩萨。那么前日不讲，释迦的烦恼。后个是五十来七千万年的代志咯，这个中间爱有人多数，这个多数者就是多数天主弥勒佛，就是咱弥勒多数。所以就是讲佛灭度后，由弥勒开始多数，多数五十来七千万年，哦，当然
这一抓出入来吼，讲一讲五十来七千万的，其实这可能是当时佛经的翻译吼，翻译成咱这边有一点出入吼，应该是五十七亿六千万年啦。那么五十七亿六千万年是西印度话啦，比咱中国话应该是五亿七千六百万年啦，一差一个零，因为印度没有万，伊是个十百千，十千百千千千阿个亿啊，没有千万，哦，所以一差一个零。啊、哦，那么为什么讲五亿七千六百万呢？伊就是讲，咱念佛体，咱这个世间啦吼，啊，就是讲伊多出多天，一天多咱念佛体四百年啦。哦，伊一天多咱才四百年啦，啊，伊要四千年，你多出比较多住四千年，这都下念佛体啦。啊，所以两个四。八乘以三百六十乘以四千，多五亿七千六百万。哦，这真久嘞，真久嘞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就是讲，咱这个一个吼，你的净土，你的祖师的净土，伊的好处就是讲，最善、最妙、福报最大。哦，这条讲用一节的时间就无得甲讲完。那么，第三，你讲咱各位报告，修你的净土，最近你的祖师来修，哦，伊的好处是做第一，就是讲嘞，咱甲祖师缘尽。为嘛真缘真真，啊，为嘛真真？为什么讲缘真呢？哦，因为你的祖师伊的愿，甲其他的佛无同款。其他的佛伊要接受十方的净土，多一个唔知。那么你的祖师伊发的愿是干哪要度念佛地众生呀？伊的愿是针对咱发的，就是讲咱伫念佛地，即讲大家都是伊在度的对象。等于讲咧，伊个电波已经送到咱家来嘛，像咱咧看电视、电视台、电视，电波已经送到咱门口来，只要咱听得准咧，咱就看得到啊，咱就感应得到。所以你的教授伊言上边就是讲，已经针对咱这个菜园，要度咱各位，要度咱人民的众生，要度咱一代众生，已经完全的精神趴在这个所在，趴在咱的咱的周围。只要咱讲啊，教授我干嘛让你度，安尼就缘就是接掉，马上就接掉啦。所以咱人家讲求道很简单，只要你进一个头，用财力来去求道，用财力来接受你的祖师的授记。哦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拍了咱家，这个叫缘上根，甲其他的佛的缘哦，真远。因为是针对咱个事的，伊对别个所在、别个方向、时空的众生。哦，那么你就会依法的关在这个所在，为什么呢？是内底毛佛经有记载呢？唔是我袂讲讲的哦，伊讲你这个本愿啊。哦，原来到伊讲叫有众生报因罗施，生就十善，若以你时乃善恶鸟多罗三藐三菩提哦。哦，也就是讲你的祖师本愿啊，就是讲众生啊是讲报因罗施，这是旧的翻译啦，起码生这个贪嗔痴啦。就是讲众生啊，咱把这个贪嗔痴改掉的时阵，我要比这个人间甲众生同个程度。所以的愿是发在咱这个咱这个念佛地，所以才能上界近嘛。哦，所以人家讲的，咱个面的做事啊，缘上近，那么缘个近的，容易成熟。咱过去是过讲近水楼台怎么样？先得诶，对啦，咱因为伊缘个咱上近嘛，咱上方便成熟嘛。哦，那么这个缘近亲，可比讲我伊，安尼，甚至讲咱这个在地上啊，多多是多带来咱这边的啊，啊，佮看到足水都介意，啊，问人讲我就错过，因为这个这边上好的嘛，所以这是表兄妹结婚的喔，啊，近水楼台这缘上金嘛，这这边人就这个缘啊，这别亲家缘嘛，缘上金，上快成熟这个缘，所以就是讲嘞，缘上金，哦，所有情况。咱说别什么十八天瓜、几个天瓜，什么十六界天、十界天、六十界天瓜，去哩。在咱每日做事的情况，头拄仔甲咱讲说哩着，这是咱上进，伫六界天内底第四天，甲咱上进。啊，上进啊，要甲咱接受上进无？要最近啦，哦，所以讲哩，你的做事是你的情况，伊的思想就是讲，眼睛为嘛睛，哦，
那么为什么来讲呢？因为你的祖先啊，伊当时伊的规则修来，伊的智慧，伊的德业啦，哦，伊的妙智慧啊。你就是讲，为度我众生，一定爱先接近众生，先接近众生，才有度来度众生。所以你的祖先啊，就将伊的净土隔伫个欲界，离众生上近的所在。上近，咱上好得少。但是，虽然你说讲系见道人无？知道无？同款道无人，你多看出来，这公司有条心声，忙啊忙啊，办啊办，好过咧。办无人多，存疑讲，要办无人就来，是不是？办规划办无人就来，所以你做事啊，哎，不行。既然你们不来，怎么样？我去，所以整个整套都站在阴间，就是告于咱现在应允的不等。就是咱现在用的佛堂，所以讲咱每一个佛堂叫做弥勒净土。如果咱这个弥勒净土，跟你在弥陀那个弥勒净土共用，共用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是讲的，伊可能上到近的一个所在。但是呢，虽然弥勒净土是别人间众生当在，在不在？唔在，啊唔在了嘛。啊，不爱家己出去人介绍啊，所以三成人各位单子员，各位道亲，啊，出去做人，这就是做事的本怀。各位，咱出去做人是做做事的工作呢，是做事的本怀，咱家推动出去。就是讲众生唔敢叫，你就全部，你去家介绍来，你去家介绍来，发明咱的初心啊，来介绍大家，和大家哩，会当取得这个你的进步。所以第二呢，就咱各位。咱定来讲，感谢祖师的风烛，这是风烛的车嘛？因为净土是别个遥遥的所在，咱就当亲近。因为阮嘛拍出快，咱恶相识。伊就是阮，甲咱拍个亲近，伊为什么亲近无大劲？佮来放伫人间，佮来用这个出去度人的这个制度，这是祖师伊的本怀，哦，伊的本怀。那么他用一个七分钟怎么讲啊？你的祖师为什么无做啥吗？咱各位，你慢慢那个体会伊个姿势，伊个姿势就是讲坐了要坐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嘛。是毋是这款动作？你注意看，伊是毋是咱坐禅坐趴掉的？啊，最后要坐起来是毋安尼意见？就是那一个动作，哦，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讲咧，你那个英文毋是怎啊坐啊？所以你个无是上边，六多万年，你那个英文内底六多万年的上边在主机，是哩做啊？哦，伊个重点，伊个休息。不管我的招牌，这个招牌，啊，所以后边的，我跟您告一告，既然今天对你的招呼心有这么好，啊，这么多好处，啊，方便一收，过来啊，现金、有业金，过来就讲，最省、最妙、福报最大，不但干那安尼了，你的净土啊，伊都第一好，最好的招牌就讲，伊方便收钱，啊，啊，伊方便收钱的哈。为什么讲伊方便修持呢？因为这个是祖师伊修办的风格，他的风范，他的风格。那么咱今仔日要做着你的灌输，当然咱要随着你的风范。可不，咱今仔日要去美国生活，你一定要接受美国的法律，你一定要承认他的法律，接受他的法律约束，你才能做到这样安顺。同款，今仔日一个外国人要来到咱中华民国，伊要接受咱中华民国的规律。生活方圆，伊在这个所在带来的存在。那么，咱今天要做着你的祖师的灌输，咱也是同款啊。一定爱掌握着祖师的方圆，一定爱掌握着祖师的本怀，咱要到个契合祖师的心，契合祖师的意，咱这个所在唔只系咱存在，那个祖师先有一个真好灌输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来个看这段因缘啦吼，这一段因缘头拄啊有大家个介绍过，咱怎么把这个原文来念给咱知？就是你的因缘不修善根，不断烦恼，这两点是咱觉悟的特性。哦，就是讲这佛啦，这依波里来问这个问吼，讲世尊啊，你讲这个阿弥陀当持动作佛，但此人不修善根，不断烦恼，啊佛你对讲这个人生活无疑，此人临终到底要生伫倒一个国土呢？佛则甲这个依波里讲吼。此人将近十二年后，命中必得往生，都是得天上为天主。那么祖师为什么会现这种呢？会方圆呢？啊、哦，为什么会现这种？因为什么是不修善根，不断烦恼呢？啊、哦，就是因为
祖师伊假讲伊将来要立孙子，七条归空后2500年，这中间调个伊要来立孙，这中间啊，伊就这个正法入去啊。这时阵呢，这个五毒世界，这个五毒世界众生啊，啊，伊的修养本身拢是福报，本身拢福报啊。所以这个五毒世界要来修行的人啊，一定要加强伊这个福报，一定要加强伊福报。所以你加强伊这个福报呢，记住，所以伫六道内底啊，有咩做事地方，咱知影六道就是布施、施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所以伊在遐啊，禅定、专家。化精为动，出力行功，出力立德，出力行善事，这个吼，每一个的福报，这就是祖师伊修办到一个真特殊的风范，伊真特殊的一个风格啦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，今晚说，叫人讲，哎呀，来去来做一挂善事，哦，会叫人讲，哎呀，讲今日出力度人，哎呀，讲今日出力款式，哎，有伊相当的根基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也知影了啊，咱就啥，哎，伊做这个工作是，这个祖师伊啊，哦，有温合祖师的本来，所以咱做了啦，会正，自在做了啦，正欢喜，所以做了就正圆满。所以即马不管讲党政各界，既然一贯道就是讲正坚定、正赞叹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哦，有真正足欢喜啊，哦，亲像迄一天。刚才大家几个教授带丹麦、挪威几个外国的这些教授去咱动物中心访问，伊看到迄个场面遐尼大，伊看到咱迄个这种情形，伊就问讲：啊，恁伫遮服务的人薪水安怎发？第一，你告诉你薪水安怎发？咱拢在讲，完全拢完全义工牺牲奉献，因对听了这点了，马上记起来，作肯定。哦，因为咱一贯都大家，伊就是讲。牺牲奉献，只要我都做到这完成啦。你若讲一天1000块吼，咱人的心态足奇怪。一天赚你1000块，要偌久啦？凊彩啦，马马虎虎啦，先是安尼讲。但你今仔就是无提钱，花你上万，安尼来做哦，大家你是做到死的，大家你做到完成的，知道完成的。所以这一点嘛，恁做出来工作非常的完成，非常的完美，就是呢，咱大家已经起来做事，一条欢喜心，一条精神。一个欢喜心，一个布施，一个欢喜心，一个精进。哦，像今天来这，大家发起上万，大家都精进，对不对？哦，并无讲啊，这样排掉，讲爱出来无出来，煞袂容易，无这种的心态。哦，大家拢是安那，真欢喜的心来，所以大家咧会学较精进，啊，学较精进咧，咱就会晓，会晓了，咱自然学的，赶紧来，就可以度化众生。所以咧，咱的这个传道的意识会散布很紧，当然。这就是每个做事的方式啊，有伊的原因伫咧呢，唔是咱搞呢，哦，就是唔是咱搞，是做事的原力伫遮指引，做事的原力伫遮咧甲咱推动了。哦，所以你莫认为讲迄是我搞呢，我等于捣鼓的是我搞，哦，我开三间店也是我搞，迄是做事的原力伫咧甲咱斗杀、斗推动，今仔只有哪得着安尼事情？哦，所以讲咱爱知影吼，假使讲咱今若无出去度人，若无出去成功，咱咧，干阿做我禅定来讲，叫做落入修行。修行法，那么这个修行啊，上关修到极致佛，就是叫做声闻到极致佛。在个十法界内底，咱拢在地界畜生，哦，地界五鬼畜生，过来阿修罗，过来人天神，声闻等觉，这里，哦，以这个天神加这个六凡，四圣就是声闻等觉菩萨佛。那么在这个声闻跟等觉，就叫做修行。修行跟大乘差得多，就是讲。自修自了，这款呢叫做修修行。那么这个修行的人是无功哦，有德名无功哦。那么什么叫做大乘呢？大乘就进入菩萨去啊。那么进入菩萨呢，到底菩萨要做的两件工作，各位你若体会出来，那么你就能够再坚定咱今仔的修道法门。因为如果将来的记载，菩萨，你若修两项工作有做，你就叫做菩萨啦，进入菩萨的境界。第一。运地运用你的地位相求佛法，第二你求得佛法运地下道众生，这两项工作有做叫做大乘，小乘就是运地相求佛法而已，修到地而已，大乘就是说运你的地心去度化众生。那么请问咱各位，我们求佛法无？有，那么我度
小汉，小汉是对大，等咧学啊，等咧学讲话，吼、哦、啊学大人的动作，而且呢，这个囡仔好真活泼，每次出来看到电视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听到音乐啦，伊电视内底头歌声也跳舞，啊是讲听到音乐的时阵呢，伊就会随着这个音乐摇屁股，就去开始伫遐跳舞啊。那这个囡仔在跳舞的时阵呢，因为伊的动作实在是太可爱啊，所以呢，就引起厝里的人感觉讲，哦，伊足高级的，难道小胖是可爱的？会引起大家安怎讲？给这个小胖好处理亲戚的欢乐。当然就是咱小白兄弟讲的讲，一个囡仔，他不是爱动的。那这个小胖呢，伊大概呢，听到囡仔的时阵呢，伊会家己玩具。开始伫个跳舞，伫个摇屁股。那这小胖原本伫个跳舞的时阵呢，伊是伫头开跳，吼、哦，伊会伫搭伫头开跳。但是呢，当伊跳啊真前进的时阵呢，伊会变伫碰伊伫块碰伊个跳，安尼后背跳后背站。当小胖伫碰伊个跳的时阵呢，讲因同学啊，就来拍拍手，吼、哦，开始想他讲，哦，到嘞到嘞，有嘞有嘞，跳嘞跳嘞。那因到小胖呢，愈跳愈欢喜，愈跳愈前进，就伫碰伊啊大。但是呢，因兜个人讲袂到咁安怎，拢袂惊讲碰伊安尼跳十下无，当然。隔壁呢有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呢，含因兜个小学年纪，拄啊无同年纪，拢四岁外。那隔壁这个囡仔呢，含因兜个小学无同款个所在，就是隔壁这个囡仔，三舅三舅啊，吼、哦，体格完全就是。两个弟弟到其他差不多，那接下来这个囡仔呢，三岁的囡仔呢，大家坐啊，那天中起来的时阵，就来阿妈讲，我来接小胖，我来小胖领导，所以讲，因为一家这个囡仔，这瘦瘦的囡仔呢，大家拢会来陪小胖去喝，那也。
咱人是安怎会有遮尔那大的改变的？同款的，到这件事又反过来，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，吼、哦，咱对咱身边的人，咱特别慈悲爱护，但是不是我所爱的人，或者是不是我身边的人，咱就同款啊。咱来对这个人的看法就无同款，那是咱人为什么会烦恼呢？为什么会有遐尔那多安奇奇怪怪的代志一直一直发生？因为咱人的执着，咱人对家己人事物，拢以我有一个我字，都有一个我，那以我的私心为核心。当然，你若有我，有这个我的存在呢，就会带来烦恼，吼、哦，带来忧虑。咱付钱人，吼、哦，咱的付钱人是怎样子的吼？伊讲咱咱修道的人，要修啥物？当然就是修心。那修心就是讲咱修道，就是要把咱保养好，化各位前线，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放宽自己，在咱还袂修道以前，甲咱其他的修道以后，在有两天安尼咱坐坐地啊。在修完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所吸收的、所听的，当然有可能有个人，吼、哦，二十章、三十章，会记得安那，吼、哦，这个修道的过程算真侪人啊。那咱开始，咱的道友有将情况看无？如果讲咱有得着道，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含以前无修道迄阵，心量大宽，拢开始。啊，安尼咱就是一个真正会修道人啊，修道者吼，咱就爱改变咱的信仰。咱甲看明大圣贤贤佛，吼、哦，观世菩萨伊有啥地方？咱也是观世菩萨的听，吼、哦，咱也是伊的孙啊。伊为什么伊听到众生的声，听到众生的苦，在那上伊心，在那上伊心，好感化的。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由伊发愿伊大慈的心，哦，大慈悲的心，所以人才会成佛啦。来，再来讲，不提下文，莫要听外传。哦，不提下文。当然，在咱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有太侪太侪，咱无了解。咱唔捌的所在，咱了解咱唔捌的所在呢，咱会当清醒，咱先天正咱开始，安尼咱才会当建立了修道的信心。静地修林，西中如林，不复派。一时光明，一体同观，何关怀？这段就是咱讲。甲咱都用菩萨的视角，吼、哦，用菩萨慈悲的目睭去看大师周围啦。就咱像咱玉祖慧能大师伊甲咱讲，伊讲人有人白之分，吼、哦，咱人有人甲白的区别，吼、哦，有诶住伫日本，有诶住伫美国，住伫台湾，吼、哦，无共款的所在，这是咱客所大哦。咱的有心，可是无有人法的分别。哦，咱大家拢共款，咱拢是红宝的命，咱拢是红宝的人，咱拢是殊胜殊宝的道。所以讲，人讲来讲，天扛落来呢，大家哦，拢是我伫家厝内的。时间不停留。一打一打过，身体力行，花力不管，发苦叹，时间不停过，吼、哦，时间不停留。这一段就是来讲，讲岁月的无情，吼、哦，岁月是无情的，一天一天过，永远
吼、哦，所以我永远袂回头。就是讲，咱在座的每一天，含无法同款，有一个感受。咱拢曾经捌，咱拢曾经捌少年过，对无？咱拢曾经捌少年过，还是安怎？咱的头毛会渐渐变大，就一阵仔的，互我回厝的时阵，互我的妈妈的。的喜爱。